前年年底开始，已经接连发生了八起泼酸事件。为了弃捕凶嫌归案，警方悬赏约台币575万元，但案情至今没有突破性的发展。记者这里报道。新的一年，大家都想要有个好兆头，记得神户当地一间神社每一年的新春都会举办年度新年赛跑，它是一名的象征新年的。新社正殿神社的大门一开。